vlog。今天带小玉来蓝色港湾玩，好久没有来蓝港了。上次来小玉还是一个小 baby 呢，需要爸爸抱着，是不是啊？依依，你看前面有一个大喷泉呢。走。去前面看看吧。走吧。哎呦，嗯啊！亲亲妈妈。一直往前走，开了。别从这里面转了，对，往那这里面转，你从这里面转。开了。啊，对，这是他们第二圈，他们两圈之后就停下了，又到站了啊。小一。爸爸踢足球好不好？好了。那依依想不想跟爸爸一起踢足球？一起。我是如此。